主料，猪肉400克，辅料，油，甜面酱，白糖，葱姜，淀粉，鸡蛋蛋清一个，番茄酱，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猪肉一般选用猪里脊肉比较好，猪肉洗净改刀，切成丝，放入料酒、蛋清、淀粉拌匀腌制备用。起油锅，油稍微多一点，大火烧热后，放入腌好的肉丝，快速滑熟，将肉丝捞出备用。锅里留少量油，将姜末爆香，然后加入秘制甜面酱2勺，番茄酱1勺，煸炒出香味，然后放入已滑熟的肉丝，快速翻炒几下即可。盛盘，盘子里面放入葱丝、豆皮，在豆皮里面放入肉丝，葱丝裹着吃别一番风味。烹饪技巧，猪肉要爆炒至变色就出锅，不要过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